韩国男团帝国之子的队长文俊英来到香港，准备出席在尖沙咀举行的韩流 cover dance 活动，有近20位 fans 去到机场接机的。俊英沿途都对 fans 微笑，又帮他们签名，期间有记者叫他停低影相，他都非常之合作，停低等大家影个够，又向记者和 fans 鞠躬，非常之 nice。 不过去到停车场期间，有 fans 就不小心跌倒，追星还追星，要小心点啊。